小四，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书记就不求吧。你看你，来，过来坐滑，慢点走。嗯。哎，慢点，疼吗？疼不疼？嗯。你看你，你二哥知道又要担心了。以后啊，你要听你二哥的话。 和那个裴少君保持距离，知道了吗？嗯。陆小姐，这么巧。我说那小子，人还不错。只不过如今这世道，穿上军服就是朝不保夕。我实在不想看着小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苏少帅、裴少帅，你们来的刚好。 小四脚扭了，能帮忙把他送回去吗？原来又是你这个小骗子！怎么着，故伎重演，装歪酒，想让我们家老裴送你是吧？我这次是真的脚扭了。你堂堂一个少帅，在一边说风凉话，没一点同情心，还跟我翻旧账，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 好了，没什么大碍了，这两天好好休息，少下地走动。怎么样？好像真不疼了，双姐姐。哎，老裴，你说这大冷天的，这俩姑娘又崴了脚，要不咱们送她们回去吧？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和顾小姐欣赏一下烟花呀？双姐姐，我想去，我们一块儿看吧。好。哎哎哎哎哎，你干嘛？哎，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给他创造点机会。二哥，这老天总是让我遇上他，不能怪我。 裴少帅，你说不让我动，你是不是得帮我一下？怎么办？我想去那边看烟花。如果彩虹是天空的倒影，你的消失越过天际，我愿为你翻山越岭，奔赴一场属于你。